对，来一个台南的蒜画，哎，装潢非常的新颖，很像韩系咖啡厅的，潮流的感觉。哦，里面很多公仔，您说是一间汉堡店，先看看它是什么呢？哦，热量哦，热量 number 1，起司铁板汉堡嘛，而且听起来好饿，对啊，因为我的这个食量呢，还留在冲绳。因为我回来之后，哇，我感觉还是可以吃很多了。来来来，来，对，铁板汉堡，他们没看过。哦，好，来来来，进去了哦，准备好了。你好，Hello。你好。哇，这店好酷哎，太帅了吧？那感觉比较潮流店。对啊，你们有在卖这个吗？没有，我们在卖的烧茶。哦。哦，你看，他正在吃这个。这个是我们这个月的本周的那个铁板汉堡。哎，我以为他是淋酱上。面包沾玉米浓汤，哎有，有一点像，其实浓汤的那种，这可沾的，你可以再去点，其实有没有？它有酱超级好吃，其实它那个酱的那个逻辑有一点像那种切达其实那种，有香气，然后带一点颗粒感，但它咸味没有到那么浓，反而它的咸都是着重在中间的汉堡肉跟它的那个培根，而且它把汉堡肉跟培根都煎到超级脆，对，所以它最柔软的地方就是你沾到其实酱的这个面包，配上它的起司，真的好像那种汤啊，或是白酱意大利面，好好吃哦，这个酱很想续点。 冬天你刚刚狂烤白酱，我是说要责怪你的意思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好像似乎还有一场比赛，这个饮料的都不算，这个都是饮料，太瞎了，太瞎的宝，它是虾仁哎，好多块在上面，来，来给我，嗯，对不对？这个超级清爽，它是零负担，这一百颗都没有问题。 真的，就是那个它的酱，就是标志的那个泰式的那种甜辣酱。而且我刚刚看到里面有苹果，所以吃起来更清爽，酸度没那么高。嗯啊，我觉得也是要配合它那个面包。嗯，对，等等。没错，好喜欢。所以我觉得它香菜也是有点取代香茅，它的酸度，它的第一点，然后甜度变高了以后，感觉是更多人可以接受的那种泰式味道。哦，我知道。它们两个看起来一点都不像等一下要挑战大汉堡。开胃，哇，我看到自知我过程。看到了，哈利吗？这样零食合理的吗？看来啦，巨城汉堡。哇，夸张哎，太夸张了。这是夸城那一集的吧？夸张。你要拿出你的实力，这才是尊重你的对手。哎，他是完全是看不起你。对啊。 来，我们限时10分钟，看谁先吃完。那如果没吃完的话，看谁吃的比较多，好不好？计时开始。加油！哇，他一次拿了4层哎！哦，他用蛋包肉，怪棒！他好强哦！里面呢有。
好多好多的肉跟好多好多的蛋，它是一层肉一层蛋一层肉一层蛋，所以看到威廉哥等于蛋是面包。对，你不是过几天要拍广告？对啊。你们可以影响吗？啊，不能提醒这件事。还有这样可以？哎，汉文今天感觉战斗力是？哎呦，偏慢。对啊，我好慢极了。汉文，你有这个真的要好好咀嚼。准备？你是要准备吗？接棒，接棒。好，换。来。我要笑死，是一小块小，然后我们蛋子里面它两层，这样这样，肉是不是很扎实？它肉汁很好吃，它肉很扎实，它咬很久。而且我觉得它很强，就是说你看cheese它夹那么多，真的没有太多的油腻的那种感觉。有有有有，多了一点咸香味，它应该有在调味过。哦，在调味。它好像追上来了。对啊，小姐，我刚刚明明领先蛮多，对啊，怎么转眼间它就追上来了？它又吃下两片，快点吞进去，快点啊！朵拉又卡在你这里了。又关了。汉文现在几分饱？慢下来了，你懂了，这个不好吃，这个牛肉很扎实，很美式的那种，有带肉，也有那种筋的那种，还有那个牛油的甜，牛肉汁汁的甜，你看这个压下去就有那个很多肉汁会汁出来，汉文快吐完了，你先不要讲口感了，口感交给我们。看到两个惊奇，一个是吃的很痛苦，一个很快乐哎，这个气势。我觉得今天很赞，强哎，他不是背棒，他不是背棒。我要血池哦。三二，他就是光光最真气势的男人，真气。哇！我们守住了耶！有守住了耶！钱拿在手上有差。对。吓到了吗？一个人哎，一个人吃这么多，真的厉害。真的。哎呀，你有饱吗？饱。准备录影啦！下一间店的主题先给你们看一下。哎呦，他也加野吐司挑战十四。排队人要不，大伯要抢头香了。才几点了？这间店3点开，现在1:50。但是呢，因为它是现在很夯的一间店，所以像上次一样，你们要不要猜猜看，你们是第几位客人？现在是1:50，对，开车40分钟，3点开，然后就是等几点到？2:30到现场，所以有可能是1-5。我刚才觉得5，我觉得是第10号，8好了，因为我们是觉得5。你是觉得是中分8怎么办？你觉得还是8对不对？你觉得有可能的呢？有可能啊！你看我们是不是很精准的预测？哎，连续赢不好看啦。现在几点啦？2:53。哎，没有人有去的，有。说不定是已经进去了，不对啊！有人走左边那边，左边吗？左边，完蛋了，有点不妙啊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完蛋了，差不多好像8个哦。几个？等等，4、5、6、7、8、9。总是因为找遍了，没有没有。没有，因为他们有号码牌问题。你是1号吗？再算清楚，1号你们是1号的。对，好。一，你们是几号？2号。两个。2号。3号。四。哇！啊，没有没有。没有。几次啊？8、9。9，你们是第9组啊？好了，失败。失败啊！
等一下，这个直接猜中有点难。对，其实很精准。这个跟我们的那个实力完全无关。这是运气。哎，换我们喽。对。他其实他除了家里的土司之外，你看有超多超多东西，椰浆饭啊，南洋啊，马来西亚新马料理。泰式。等等等等 ，Hello， 老板你好。本店这样多久了时间了？从我家一开始是街边的小摊子，像也是小餐车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到这边就大概九年左右。很久哎，而且你看他们是完全是用炭烧的这种感觉，这个就好好吃，而且超级香哎，对，这个一定好吃啊。哦，老板，你还有推荐什么必点的吗？我们除了大野土司必点以外，它还可以搭配生熟蛋蘸酱。那生熟蛋蘸酱它是马来西亚、新加坡那边道地的一个吃法，把蛋变成酱抹酱的概念。没有这样，一定好吃啊，改天可以试试看。所以老板，我们今天算是第八位客人吗？对，刚刚他都乱回答。说他的那个咖椰酱啊，然后里面的奶油都是他们自己做的，哇 ，original 然后这个就是沙爹鸡肉串烧，然后说要配着旁边的洋葱吃，然后这个是他们隐藏版，就是内用内用限定。椰汁咖喱鸡肉，来，那我们就先来咖椰好了。好，咖椰。然后他说他的酱是要拌匀，对，它里面有那个半熟蛋嘛，然后胡椒跟一点酱油。哇，这个好好吃哦，受不了，我超爱吃这个。你有吃过？我之前在新加坡吃过，先吃原味。酱，它是做的很好吃的咖椰。概念有点像我们吃古早味的那种美乃滋，然后你会想到里面它真的有一点很像那种椰子丝的香气，虽然吃起来就是它甜，但是它的香味不一样，然后配中间那个奶油去帮你带来那种奶味，变得更接近有点像美乃滋，更温和的味道。对，它本身就原本就蛮好吃，原本就。但是呢，我跟你讲，再加下去之后更多。美女吗？来加了蛋。我也扛不住，忍不了，忍不了。加真的吗？超好吃，加了你会有一种大升华的感觉，一加进去你会觉得它应该要再加100块，超级好吃。而且我觉得胡椒粉超加分，对啊，它的胡椒粉它这样加下去很像是加了什么很高级的香料感，是，就是它的那个香气变得很有层次，然后你会觉得那胡椒粉的感觉甚至有点像中药材在里面，所以它添加的那个香味你会觉得好高级哦。我好喜欢原味哦，原味很好吃。我跟你讲，你再加一下，再加，加不得了。哎，家怎么那么好吃啊？家是唯一的避风港，完全不一样的东西。对，我喜欢原味。你喜欢原味？我喜欢家的。他们的面包真的好好吃，对，现烤过，所以真的它的那个酥脆的口感，还有它自带的一个面包的香气，搭配这个里面的那个奶油。哎，再来，再来，马上吃掉。来，沙爹鸡肉。他说是要加这个洋葱，是不是？感觉是不是有腌过啊？腌制过的洋葱。好多人点，很好吃耶！它其实烤得非常非常好，对，它里面还是非常非常的嫩。这是鸡腿肉吧？对，它酱是完全吃进去，因为它的味道算是比较重一点点，所以它配合这个洋葱之后，它就会最后收尾是一种甜度跟香气。老板，来，咖喱老师要见你。咖喱老师，我把一口就吃完。越来越饿，而且它米粒是用泰米。怎么样？是我最喜欢的那种咖喱，它的那个椰浆味浓，可是你不会觉得它的酱是浓稠的，它酱甚至有点接近汤咖喱。它就是这个咖喱本身的味道，我觉得比较接近泰式，吃起来是很舒服温和的那一种，但是香料味很足。然后一配那个椰浆饭，它那个椰子味整个这样冲到顶，整个口腔都是椰子的香气耶，它吃起来真的好舒服。不，你没说的对，不，你没说的对。哦，真的，单喝咖喱真的是有带清爽的感觉比较多。对，那配这个有椰子香气的那个泰米，真的是突然整个后韵都浓厚了。觉得他们人生被完整了。对，很 match。威廉哥跟海珠，你们吃到完全看不出来是刚刚吃过大胃王。因为刚刚那是一场轻松的胜利。下网。哇，你讲的太棒，非常推荐哦。